从不敢停下，先去往。身为雷诺车神之子，却开着特洛伊的赛车，真是太不像话了，白眼儿看。这是永泰，不要总想着比赛了，一起去散心吧。亲爱的赛车手们，雷霆远途记即将开幕，带上你的伙伴，创造难忘的赛车之旅。伙伴，对有些人来说，只是上位的垫脚石罢了。至于前任车神的事，时间会掩埋一切。只有活着的人，才能定义真相。让我看看你的赛事信息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，我最近有关注你的比赛，你的表现很棒，是一位实力强大的赛车手。你的营地就在前方1公里左右，那个小镇的路牌旁边，开过去就能看到。我们的露营点很近，一起过去吧，路上可以聊聊天。很荣幸能和你这样的优秀车手交流。最近我的同调率到了瓶颈期，无论如何努力，成绩都没法提升，这让我压力很大。我原本想留在11城继续封闭训练，但小橘子邀请我组队参加雷诺远途记活动，他说和伙伴们一起在旅途中放松心情，也许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在我决定签约特洛伊时，雷音曾对我说 Q-Speed 是关于信念的力量，那些能突破同调率瓶颈的人，都是十分坚定心无旁骛的人。但是搞清楚自己的信念这件事本身就很难，